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敏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小成。那在今天正式开始之前，先收下今日份的营养饮品。哟，看着还不错嘛，我先尝尝，不是很甜，心里很甜。最近呢，有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，仅次于二胎那么大的事。完了，宝宝你落后了，出来以后怪爸爸。仅次于、大家也都知道呢，霞姐有宝宝已经有6个多月了，随着宝宝呢一天天的长大，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未来没有办法满足我们一家四口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互动的需求。那有的朋友们呢就建议我们把现在的房子卖掉，折一套更大的。也有人说呢，让我们改一下现在的装修，重新做一下房间的布局呀、规划等等。屏幕前的你，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，你会怎么选？现在的你们是不是已经在想我们要买房了？是的，考虑到上海的这个房价呢，已经一方面呢，我们的父母要过来帮忙照顾一下霞和孩子，另外呢，大宝啊可能就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了，因为啊也需要的好吗？顺便带大家看看两个娃将来的房间。那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房间真的很局促、我手张开大概是一个床的距离，那其实在这边已经连一个床头柜已经都放不下了。现在我们到的这个房间呢，是我们给安安准备的房间，这个房间同样也是很小，所以这个房间呢就是孩子的床、孩子的学习空间、孩子的衣柜，这是我们对安安这个房间的唯一的诉求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早些年我们家的装修不到位，真的是无力吐槽。你会发现呢，家里的灯光也不到位，收纳空间太少，电源的面板很少，像我们家里有很多这样的插线板，这些都是安全隐患。我们家还有个最大的 bug 是什么？因为我睡觉呢会比较喜欢一个全黑的环境。霞姐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，因为喜欢那个叫什么静电玻璃，镜像 anyway 不重要，不管它叫什么，上海的天亮的比较早，每天早上都是这扇玻璃叫我醒。好呀，那你早睡早起嘛，多通透啊！谢谢你。之前呢，大家在视频里也都看过我们的客厅啊、餐厅啊什么的，但其实完整的装修大家可能不认为，所以呢，在拆除之前，我就先带大家参观一下即将改造的房子。那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我们来到了就是我们家的厨房。那其实厨房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是非常局促的。这里面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。这一次装修，我们可能要把这一个不规则的形状，让它变得更加的规则起来。这样呢，就可以把这个空间作为真正的厨房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客餐厅的一个状态，可以看到有很多红木家具啊，所以对孩子来讲呢，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。再一个呢，是我们需要单独隔出来一个房间，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要改造的重点。其实我感觉自己说了很多很多点，不知道最后设计师会怎么样规制我们这个空间，让这个空间显得温馨、舒服且实用。我现在对新的装修呢也有了很多的想法，而且呢我已经和设计师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沟通。哎呦，你好，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听说已经完稿了，完稿了，赶紧赶过来看看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房子。庞老师，谢谢。其实我觉得目前这种安排已经完成了我想法的90%了。庞老师有一个问题啊，我总感觉一推门，正对着的右手边是干净整洁的餐台，然后左手边呢就是孩子的一个洗漱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这儿不太好。但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呢旁边呢是一圈承重墙，原来的位置呢最好呢不要离太远。那我看了一下，就是说要不它就挤占一个过道的位置，要不它就挤占一个房间的位置。啊，太丑啊！您再想想办法，我相信您的专业能力。拜托拜托拜托。Day two， 好，庞老师，我看您这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是最新更新的一版方案。对，现在是最新的。西西的房间我进行了个优化，所以呢，把这个台棚呢就放到西西的房间的外围。那相当于孩子的房间进去了，六十公分。对，60公分。哦，我看到您主卫是不是也改了一下？啊，主卫也改了。那主卫现在这个空间就是会比原来用的更舒适的，我们叫三分离的概念。OK， 行、啊，挺好的。啊，稍等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主卧那个床那旁边，为什么没有放柜子呀？放了个婴儿床啊？因为呢，这个位置呢，我们需要还是留足一个空间呢，让这个空间显示更舒适。我不想把每一个空间做的相对比较拥挤。现在那个空间其实已经放过柜子了，我觉得还行哎，实用为主。一定要放。已经有好多柜子了，我们的收纳已经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。不行，我可能是上一次的这个，因为收纳实在是太少了。加吧，还是加柜子吧？确定加吗？加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修改了一下，啊，加了一个衣柜，您看一下怎么样？这次，哎呀，这
震撼就舒服多了，我心里也踏实了。行吧，那就它了。好，真的没问题，交给您了。好嘞，拜托了。我现在手里看，真的从建筑的材料学到现在的施工手法，门清。怎么说的？我还以为你打算亲自动手去装修吗？那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可以，可以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哥，加油！加油！拜拜。